大家好，接下来请观看气动提升门安装说明。气动提升门的安装共七个步骤，涉及47种零部件的正确安装。为了方便您正确高效地完成安装，请仔细阅读安装说明，了解安装顺序。第一步，首先请准备安装所需工具：内六角扳手一套，卡簧卡钳一把，小号活口扳手一把，锤头一把，手动钻一套，手套一双。然后根据零件明细表轻点安装所需零件，确保各零件完整无损坏。下面请对照零件明细表仔细轻点并摆放安装所需零件。第二步，分别拼接提升门上下两部分围网，根据图纸序号挑选出所需物料。矩形围网6片， U 型槽8件，螺钉 M8 乘35芯32个，一型六角螺母40个，螺钉 M8 乘50芯8个。第三步，根据编号找出安装气缸端立柱。首先把连接板一用螺钉固定在立柱的相应位置，把底座连接板一和底座连接板二分别用螺钉固定在气缸上，再固定住连接板一。把直线导轨用螺钉固定在立柱的相应位置，最后用膨胀螺栓把立柱固定在地面的相应位置。第四步，把活动端围网用螺钉固定在滑块上，依次把连接件和 Z 型连接件2用螺钉固定在气缸和网片上。第五步，用螺钉把挡轮固定在活动端围网的另外一侧，并根据活动端围网确定另外一根立柱的位置。第六步，使用螺钉把底部固定端围网用网用连接线固定于立柱上。七步，按照如下原理图将电器元件接好。以上就是气动提升门的正确安装步骤，朋友们记住了吗？